天生的阳气都比一般人重，有你在的地方你都不敢出来的。等一下吧，我还没有玩够。先生，你不用担心哦，有什么鬼怪我都帮你赶走喽。如果能的话，我也希望你把我杀了。现在唯一让他消失的方法就是完成他一万的心愿，好让他恢复实体。